我其实不喜欢小提琴，练完琴就得去上课，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。他要过来了。儿子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妈妈先去开车。好好听老师话，别浪费时间。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不下3000遍了。干嘛呢？快迟到了。 进来能敲门吗？学习就学习，你管什么门啊？不偷偷玩的吧？好吧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这么多年，日复一日，后来我就上高中了。哎，又放假了。也是，每次放假你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下周还去吗？肯定去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哦，我跟同学在外面写作业。晚回了一个小时，你和谁去的？男生还是女生啊？我现在就给你们老师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一句话不说。你要的成绩我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 他们看不惯我做任何忤逆他们的事儿，尝试过反抗吗？试过，但没用。包括明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留什么样的发型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耍赖。放假，爸爸保证带你去啊。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，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。唱完这首歌，走出这间酒吧，我又要拿起笔和试卷，做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。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，但我知道，他们是爱我的。但这一刻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希望大家记住此刻的我们。怎么都有点伤感啊？ 造假！都跟老好了，还一点都不懂事儿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天天带你去上课。 要什么给什么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千万别把我唤醒，让我去。